many thanks for Kani, my teacher from TimePie. It's a great honor to join the this year's TimePie's longevity forum. Today I will mainly speak in Chinese, but I believe you guys are able to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with the aid of the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headphone.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研究院讲演所孙宇晨议员，很高兴参加今年的这次第四届社会好干预论坛，很感谢魏总的邀请，在这里呢，我们大家简单分享我们实验室近年的一些研究进展。OK， 准确理解与适应共长，人类自然寿命极限和衰老过程的基本规律，积极的抵抗衰老，延长寿命，似乎是人类历史中一道经典的命题和永恒的追求。 全球范围人口统计数显示，人类的年龄构成正在发生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目前，世界上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5岁以下的人口，而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发展下去。许多国家呢正在面临被老年人群所淹没的这么一个事实。这里我们简单分析一下人类三种主要的衰老相关疾病，主要包括了什么呢？包括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和肿瘤。 很明显，人类自身的health span并没有跟上lifespan的上升，原因在于衰老作为大多数慢性疾病的最大风险因素，导致疾病的发生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加速上升。实际上，衰老是任何生命都无法回避的历程。我现在没有听说任何人可以逃避或者逾越衰老。随着年龄不断增长，衰老逐渐成为绝大多数慢性疾病的最大风险因素。这些疾病包括了哪些？包括了神经退行疾病。 心血管疾病、各种癌症、骨质疏松、骨关节炎、多种代谢性疾病，引发衰老的机制，同时也会引发衰老相关的疾病。机体衰老既有几大标志性特征，包括基因组不稳定、表观察改变、端粒磨损、蛋白稳定丧失、营养感应失调、线粒体功能障碍、细胞衰老、干细胞耗竭和胞纤通信改变。 针对这些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层面特征，从基因编辑、饮食调整、药物治疗等角度开发的干预手段，往往能起到延缓衰老、控制衰老相关疾病的作用。OK， 近年呢，大量研究，一些核心因素如细胞衰老、每时每刻都在我们体内发生。它作为一个机体衰老的原始驱动力和最根本的原因，导致我们的组织器官出现一系列功能紊乱和加速衰老。 多种形成的外因胁迫和内源刺激均可引发细胞衰老，如放化疗等治疗性损伤造成的 TLS， 细胞连续增殖造成 RS， 以及 癌性 诱导造成 OIS。从增生态细胞相比，衰老细胞呢在多个层面已经发生了深层变化，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层面 ：lysosomal accumulation、 metabolic changes、 in damage、 protein remodeling。十分关键的一点是，衰老细胞呢。 可以活跃合成与释放大量的促炎性外因到胞外微环境空间，引发周边正常细胞出现稳态失调和功能紊乱。这一特征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是 senescence associated security different type SESP。 我们当时是通过利用了抗体芯片，发现衰老的成纤维细胞能够释放的可溶性因子有几十种之多，同时利用荧光染色发现。 Reprogramming 细胞衰老，后者可以高度合成释放细胞因子来解六，去化因子来解八，并伴随有衰老标记 PCP 的高度上调。在深度分析衰老细胞的表达特征和代谢活性时，我们发现细胞衰老过程当中，除了 SSP 的大幅稳定上调。 与葡萄糖分解代谢有关的一种蛋白激酶，在这是 PPT4 丙酮酸脱氢酶激酶4出现显著上调，而且在不同类型的衰老细胞当中呢均有出现。在表达机制上 ，PPT4 的表达跟大多数的 SSP因子出现非常相似的，或者几乎同步上调。在人类 PDK 家族当中是有4个 member， 但是 PPT4 的这个胁迫诱导性表达显得尤其的突出，very distinct。 在临床总结学中，我们发现化疗后阶段癌症患者病灶组织当中的基质细胞 PD4 表达水平跟组织当中的细胞衰老程度成一个正向相关性，跟疗后阶段癌症患者的生存期却成一个反向相关性，跟大多数的 SSP因子，我们在这选取的是 CSLH 跟 CNB 这两个因子的表达趋势非常相似。PD4 在
化疗后阶段在临床队列患者对组织当中的表达呈现一个典型的 SAS 同步性协调性的变化特征。这一系列数据告诉我们，在暗示我们 PD4 在衰老细胞群中的表达可能具有重要的病理意义，而不是生理意义。注意，是病理意义而不是生理意义。我们进而发现，与增殖细胞相比，衰老细胞的 TCE 循环糖酵解活性 TCE 循环活性发生了深刻变化，同葡萄糖酵解密切相关的代谢物如 DHAP、CPG 产量上升，后两者的变化表明衰老细胞有可能进一步利用整个糖酵解过程中的一些中间代谢物，比如说柠檬酸、阿尔法通果酸、琥珀酸、富马酸、苹果酸和草甲醯酸。同时我们注意到了这个 OCR 水平 ATP production、 Basal respiration、 Maximal respiration、 Non-man control oxygen resumption 均在细胞衰老细胞当中呢出现一个同步性的上调，但是你用它的 PD4 抑制剂作用之后呢会出现进一步的上升或者轻微的下降。为什么呢？好，我们后面发现用这个基因编码荧光探针 SONA 观察到了在细胞的这个 NAD 比值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下降，这个是验证了你的前任的发现。同时呢我们用了另外一种探针 World New Lactate Sensor is called FHCRC， 用 FHCRC 的探针去检测，发现衰老细胞的乳酸生成大幅上升。然而有趣的是，不论是NADH 代谢以及乳酸生成产量均在 PD4 抑制剂的作用下出现了大幅的逆转，彻底给它掀翻了。我们进而收集了 PD4 阳性细胞产生的包膜液，用其培养前列腺癌细胞，是吧？这三个经典的细胞系，24个数据表明的这三个代表性的 PCE 细胞系表达谱均出现了显著变化。上调的基因呢，主要集中在这个 list 里面 signal transduction、cell communication， 甚至 energy pathway 这些同路出现了显著改变。与同时，癌细胞的增殖率、迁移率、侵袭性、抑制性等一系列恶性特征均在衰老细胞产生包膜液作用下出现显著提高。但是，一旦有 PD4 抑这种抑制剂的作用，它又可以出现反向变化，被逆转。这些数据可以告诉我们PD4 所介导的乳酸生成对于癌细胞的恶性进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基于鹤立消除的预临床实验当中，我们发现衰老细胞的存在可以加速肿瘤进展，这不是一个好事情。为什么呢？在临床条件下，大多数的癌症患者体内都会迟早出现衰老细胞，因为它也接受治疗。一旦接受治疗的，不管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还是其他的免疫治疗，体内都会随之而出现大量的比例上升的衰老细胞。从这个现象呢，我们现在是用 PD4E 去干预，发现干预完了之后，这个肿瘤体积出现大幅的下降。同时呢，我们发现用 PD4E 单独治疗，它效果并不明显。PD4E 它作为一个 PD4 specimen inhibitor， 在这个地方呢，它并不对肿瘤的这个体积缩小产生作用，但是 MRT 却可以造成肿瘤体积缩小。更重要的是，当你把 PD4E 和 MRT 去联合使用，这时候呢，肿瘤体积下降最好，下降体积幅度最大。与安慰剂组相比，联运组它的体积肿瘤体积总体降低了75.1%。在 PD4E 单独治疗情况下，我们没有看到它对细胞衰老产生一个或者说它这个组织水平的这个治疗效果呢是有限的。但是在 MRT 治疗之后，就是化疗药物处理之后呢，你不光是在 DDR 反应，还是细胞凋亡的发生程度，都会出现一个显著上升。当 PD4E 和 MIT 化疗药物联合使用的情况下，这个效果呢达到了最佳。使用这个 PD4 靶向药物，比如说 PD4 去跟经典化疗相互结合，除了能够增强肿瘤对治疗本身的反应，更会延长小鼠在癌后阶段的生存期。除了 PCE 随意细胞系，我们还使用了 LinkCamp 22-21。There are our prostate cancer cell lines. We also use the 乳腺癌细胞系 MDMB231 细胞系。所有这些的各类小鼠的数据呢，均重复了我们在 PCE 随意肿瘤当中发现的这一系列的变化特征。在临床条件下，我们发现癌症患者外周血中的 lactate 就在血液当中的这个乳酸的含量，在化疗之后会出现一个显著的上升。同 SSP 经典因子循环状态的
但是是 CXCL8 和 SPIN1 的变化特征非常相似。 乳酸跟 CXCL8 之间， 乳酸跟 SPIN1 之间 呈现一个典型的线性相关性， 相关指数 均在 20二平方尺 都在 6.5以上， 说明它的相关性是非常显著的。 总体而言，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深入揭示的 衰老细胞当中的 PD4 它所介导的乳酸生成 代谢从编程 可以形成一个典型的乳酸促进性微环境 lactate enriched microenvironment。 这种微环境一旦形成， 它可以通过促进癌细胞的恶性表型而加速肿瘤进展，包括对抗癌治疗本身的耐药性。 同时呢， 这种乳酸促进性微环境 对其他类型的增明相关疾病也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我们比较好奇的是它怎么发生的。 How did this happen? That's a key question. 在分子地上我们进而发现， 外源微环境，就是比如说肿瘤环境，它的这种外源乳酸，它可以通过激活衰老细胞当中的这个 NOX1 信号轴来促进 RLS 活性氧的持续生成。乳酸被衰老细胞摄取之后，首先在胞内生成 NADH， 然而 NADH 在再度转换 NAD 的过程当中会生成 O2 超氧银离子，它是 RLS 的一种。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促进 RLS 的持续生成。好，我再说一遍，从微环境当中，外源乳酸可以刺激衰老细胞 NOX1 信号通路激活，最终造成 RLS 持续生成，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好事还是坏事？好，我们一起看一下，gamma-HBS 染色情况和低于损伤统计结果来看，细胞当中的这个 DDR 信号明显增强。 然而在 PD4-in 或者是 NOX1 抑制剂作用下，它的 DDR 信号 NOX1 表达水平和 SENS 表达水平均得到不同程度的逆转。 HITMAP 和 qRT-PCR 结果表明，大量的 SENS 因子在衰老细胞当中出现不同程度的上调，但是一旦在 PD4 活性被抑制的情况下却得以大幅逆转。与此伴随这些现象发生的就是细胞内部 RLS 水平的持续性的下落了。 OK， 在自然增生的消除体内，我们更大胆了，去直接做到自然增生的消除体呢，就不是 cancer mouse model 是吧？在 naturally aged 的 mice， 我们同样出现到 NOX1 的表达水平，在几种代表性器官 liver、 lung、 prostate、 myofibroblast 这几个组织器官当中呢，均出现一个显著性的上调。与此同时，这种上调呢，跟这些器官当中的 RLS 水平的上升是相互一致的。 从20月龄起，我们对小鼠进行了为期4周、2周一次的药物干预，嗜好和美香克 YRP 经过静脉注射，随后进行体能检测。我们发现，在实体器官当中，再次是什么一股器官，在这儿去出现是玄学是 liver 啊，这四个器官都进行检测，在这儿空间有限是显示了 liver 的。我们发现实体器官当中出现大量的衰老细胞，老年小鼠的肝肺腺心肌当中。 SC半染色染色阳性率显著上升，但是在 SC半染PD4-in 的作用下却出现一个大幅的下降，有效控制。有趣的是，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PD4-in 在靶向管理衰老细胞方面的它的疗效呢，要普遍低于 PCZ1。Why? How did this happen? Because PCZ1 它是一个 naturally derived synergetics， 所以它可以彻底清除体内微环境当中的衰老细胞，使得衰老细胞出现一个。 彻底清除，但是 PD4-in 它不能，它只能抑制 SASP。OK， 与对照组相比，我们发现老年小鼠20月龄在接受 PD4 治疗之后，它的各方面的体能都得以一定程度恢复。在这看到的是背包体积扩张趋势、最大步行速度、悬挂耐力、平衡性能、前爪握力、踏舌技能和日常活动的减少等一系列机体虚弱症状均得到有效缓解。 为了确定限制衰老细胞产生乳酸，延长老龄动物剩余寿命的潜力，我们在这儿对全球的是老年小鼠老年阶段开始进行 PD4 治疗，注意到是非常晚期的阶段，对25到26月龄大的小鼠，大致相当于80到85岁的人类，我们开始进行干预。我再说一遍，对25到26月龄大的小鼠，大致相当于我们80到85岁的。 人类进行 PD4 治疗，为期4周、2周一次。我们发现，治疗后小鼠的
平均寿命延长了29.6%，或总寿命延长了4.2%，而死亡风险降低了53.4%。这些数据一致性表明 ，PD4 特异性治疗显著降低了老年小鼠的年龄相关性死亡风险。结束了吗？没有。下面应该做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应该思考，老年阶段、生命晚期阶段出现的这个死亡率下降，是否是以晚年发病率的上升为代价？是还是不是？我们需要验证一下。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检测了机体老年阶段的一些疾病发生情况。在这儿呢，实际上我们是看到了，在实验组临床条件下，实验组之间的发病原因、死亡原因，还有几种增龄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和肿瘤发生情况均没有显著性改变，就是在不管是在安慰剂组、在 P4 硬组，甚至在 P3-1 组之间，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显著性差异。它是不变的。在肝脏等实体细胞器官当中 SSP 的表达出现一个下降，而这种下降呢是跟我们外周血当中的经典的 SAS 标识物，在这儿是 L6 白介6 ARH 和极弱刺激因子 3CSF3 表达区域非常相似。我们应用离心的方法从外周血中分离到了免疫细胞，发现 CD3 阳性 T 细胞群的这个 SAS 表达水平也出现下降。我们同时也观察到了一种脂质过氧化物 HNE 的加合物 HNE adapt 水平呢是在 PD4 应用下出现一个下降。与此同时，还原性或还原态与氧化态的谷胱甘肽的比值却出现一个上升。所以这种代谢呢，在这个器官当中，在尤其在肝肾等器官当中出现的还是非常明显的。最后感谢参与以上研究项目的实验室成员，同时对我们实验室在过去一个阶段的collaborators 的 contribution 和 collaboration 表示衷心的感谢，其中包括来自美国 Fredhouse 的 Peter Nelson 实验室和来自美国 Buck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Aging UC Berkeley 的 Judy Scarpisi 实验室，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在 TMP Biology、 Cancer Resistance、 Aging、 Cell Senescence 等领域做出了非常出色的贡献，在这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and I'm happy to take any questions you might have, either in English or Chinese. Both are fine. Yes. 孙云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分享，论文的数据研究真的都特别扎实，很有启发。就是您的研究是涉及到亲族衰老细胞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物质，您怎么看待这些物质的产业化进程？好的，very good question， 很好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是从基础医学的角度呢去分析衰老细胞的表达谱和它的代谢活性这两方面的特征。在之前的几年的实验里，我的实验室发现它的 SSP 表达呢可以通过衰老细胞的彻底清除的方式对有效的干预或说限制。那是比如说一些 synergetics agents， 像 ABT263、ABT737、Q+D、E+Q， 甚至我们实验室近年发现 PC1， 这些药物呢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在机体老年阶段，有些人呢他的健康呢是不太乐观的，经不起这种就是说具有细胞毒性的药物的长时间的哪怕就间歇性干预，说明他们一个别的老年人他经不起。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想，如果在经不起情况下还要去劝他去服用这种生育的药物，他可能这个生育可能还不会延长，只能缩短。相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能不能就是说限制衰老细胞的病理性影响，但是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毒性，那就是说不让他服用生理性的药物，给他服用一定的 synamorphic 的药物。这种药物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是比较温和的，它没有太多毒性，它可以接受。仍然要进行，比如说间歇性治疗，2周一次、4周一次，甚至2个月一次。但是在这种治疗方式下，我们发现这个小鼠就是 mouse model， 它这个生命可以得到延长。原本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我们原先只是比较 straightforward 的想到是用 PC1 或 Senescence 的药物可以延长寿命，但没想到 Senescence 也起到生命作用。所以将来如果说industry 或 pharmaceutical pipeline 感兴趣，我们很愿意跟他们合作，一起把这个新的 Senescence 的药物呢推向应用，推向临床的使用和干预。谢谢，非常好的问题。